突然之間很多速龍在這個方向衝過來，跟住呢一條電梯上面都全部都防到嚟嘅，跟住咁我哋咪全部人滯留咗喺呢一個位，跟住佢咪即係打追住我哋，又有啲係俾佢拱咗落地下咁拘捕。 有啲即係手足啦，咁啊過嚟救我，咁啊我就趁機就走咗，咁就變到係第二次起身走嘅時候，咪覺得好彩咯，即係如果我咁樣單獨俾佢認得，我唔而我冇翻翻入人群嘅話，佢就會知道我係邊個，咁然後就會係即係喺皇后嘅檢控裏面會更加麻煩。 我好記得就係佢哋，即係係無差別咁樣樣，總之就佢哋咁樣衝埋嚟，佢就全部人都照打嘅，咁啊完全係冇理嗰個嘅情況、那個狀況，咁又係好似恐怖襲擊咁咯。